这台机器是红旗传奇 X16， 本来这周要测这台机器的，但是因为被 GPD Win Mini 抢了一个档期，所以只能下周再测它了。然后首先其实第一观感，其实大家感觉啊，就是这个机器它是镜面屏，当然 Win Mini 也是镜面屏，它触摸屏嘛，但是这个机器的 防反射好像做的就很差，这个传奇 X16 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倒影，然后 Win Mini 大家看到就同样的这个角度好像倒影没有那么强，所以 Win Mini 的这个防反射做的其实还是不错的。